我输两把了，两把了。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像不像？猎杀开始。你让他打二零，我来打这个 C 位。为什么要逼我用蓝？我真的不想的，好不好？啊！你们自己解决问题了呢。红开红开，记住啊，这些信息都要记住的，很关键的。在后面的是哪个鸟？先拉出来，再进去。好好好好，人多人多啊，人多是厉害啊，人多。无所谓，小问题。他如果会的话，应该去把这个红也抽了。还好他一时间滋歪了，这个人状态不好，先吃线吧，先发育。哎，这哇，这个状态不好。什么鬼？算了算了，别打，不用线。直接扑出来 A 他一下，然后到他后面，然后大招推出来就可以了。这都是非常基本的操作啊，就 A 他的一瞬间按大招，你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回推的效果。那这一波进就有点难受了，进还有点乱，他下路蹲的有点久。中线应该是让给我吃了，我先等他先推。
都去了，请求集合。这波就不要拿红了，哇，中路不走，有个残的，但这波我已经不好进了，算了，没必要了。看这个镜会不会刷这个线，没动力。他刷完这个线好像他红又要刷了吧，看一下啊。啊，我真的是啊，也行，其实一个意思，好吧？他既然有闪现的话，你肯定不可能杀他的，懂吗？一样一样。虽然大招丢空了，但并不影响我们这一波的战略目标，该操作还在操作，你总吓到他们，对吧？借口，这是实话。他这个没闪，这不是那一波的关键点就展现出来了。收到。好吧，小陀螺一定是乱杀的，这波下路让给他们推就行了。现在这个暴君是可以拿的，他们家好像蓝也有的，我试试看能不能搞一波他的蓝。因为我感觉我装备比较好，我这波没逮到他。肯定当成一个暗，他虽然过来给了我个大，晕了一手，估计补一手伤害，没走，这波反蓝了，反到了，然后继续挤这个。暴君，哎，真的是不太好，好吧，怪了怪了，的确不应该在这个段位就拿这种，是吧？叫什么来着？梯林打野，的确有点画面有点太那个了，那肯定就赢得比较快。这属于我没办法低调，开始撤退。收到。他上路都已经推的差不多了。这蓝真的是还比较好玩，他除了后期如果不小心上头容易掉节奏，其他都还好，好不好？什么宫本蓝都是你值得去练习的打野，好吧？操作没有特别难，然后又很出效果。一说血魔之路啊，你哇，我这搞半天原来你暗藏杀机。有点东西。
在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哇，这么猛！这暗信是，我好像觉得这把游戏一直在四打五。你这个血魔之怒！你手血魔这么肉啊，都不齐的，在人家门口。那就拿暴君吧，反正打不起来了。上高地有点难。挑战一首名刀换佛甲来彰显我的手速，兄弟们，如果名刀佛甲都换不出来，那还玩，那还打什么职业？我也不知道哪个时间点换这个名刀，什么一秒钟连佛甲都换不出来吗？算了，顺便还是别打职业了，职业这条路不太适合我们，还是好好当主播吧。好吧，麻烦点一下基地，谢谢。退役了。名刀换不出佛甲，直接宣告退役。